好，所以现在呢，你会变成为以及下面的两个式子，我把它等于负 k 好了。所以呢，我就可以分解成这三个式子。第一个式子就是前面的第三个式子，第二个是这个是第五、第六。我们是不是将坐标已经分开来了？对不对？我们引入了一个 m， 是我们不晓得是什么的数字，我们又引入了一个 k。因为我们又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，我们就有这三个式子。到了这个步骤，我们终于啊走到了 ODE 的联立方程这边。 OK， 看起来很容易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假设我们从这边来看，这个式子很快速的，你可以把它写成 sin 或 cos， 或者你不喜欢写成 sin 或 cos， 直接维持成为 exponential im phi 也可以，类似一个形式，我只写形式 im phi 的形式，正负 im phi 的形式也可以 ，OK， 或者是要解这个，那简化一点，我们先看简化了 ，OK。简化的状态下面呢，因为我们的粒子是对称的嘛，让 m 等于零。m 要是等于零的话，第一个式子就不管它了，那么我们就是得到两个式子，我们就得到这两个式子。这个式子没变，这个式子变了，因为简化了，我们把这一项拿掉了。这样就比较简单。好，这怎么解了？在我们解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。这一边呢，我先不细讲，因为这边就属于我们的什么？下面这个式子，假设你有经验的人呢，解决到后来，它会变成什么 ？Legendary equation。OK。它会变成 legendary equation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一下哈。好，我们来先处理下面这个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上面。下面这个我们让呢，先做个变数变化，一个叫 mu 呢 ，cos theta， 我把它定义成一个变数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一件，假设有个函数第一。比如说一个函数 f， 你对 theta 微分，就好像这边这个函数对 theta 微分，我直接就把它写成大 theta 好了，是不是等于 theta 先对 f， 先对 mu 微分 ，mu 再对 theta 微分，对不对？圈入嘛，所以呢，它是不是可以简化了？简化成为怎么样？这个不变。底 mu 底 theta 是不是 cos 的微分变成负的 sin theta？ 我不喜欢 sin theta， 我喜欢 mu， 因为我把变数变换为 mu， 所以 sin theta 是不是等于一减掉 cos 平方 theta 开根号？所以会等于负的一减掉 mu 平方的开根号。对不对？那第六个式子呢，假设你在算下来的时候呢，第六个式子它会告诉我们它是什么，你就把它整个展开来。第一个只对前面不动，微后面前面不动的 sin 跟 sin 杀掉，就变大 theta 分之一的后面两次方微分，第二个后面不动微前面 sin theta 微分变 cos theta， 所以呢会变成大 theta 分之一。干脆啊，我们把大 theta 乘过来好了，
哦，这边我就不放大西塔了，它是不是就会变成为 cosine 西塔 over sine 西塔，底大西塔，底小西塔 ，k 移过来变成加的 k 大西塔等于零，我是不是就变成这个式子？第一个大西塔 over 底西塔，我想办法把它变一下 ，OK， 把它变成这个样子。这边还有个两次方微分，我就继续算两次方微分啦、啊。那这个是不是等于这个先对谬微之后，再把谬对西塔微，对不对？嵌入嘛，所以你就可以算下来 ，OK， 等于什么样的东西？最后把它带进去。带进去之后呢，整理一下，它就会变成什么样？一减掉谬平方，底平方大西塔，底谬平方，减掉二谬，底大西塔，底谬，加上 k 西塔。为了方便起见，在我们的实际的系统里面，我们常常喜欢 k 呢，会等于某一个特别的数字 ，n 乘上 n 加一，因为这样子会比较事后的计算会比较简单。OK， 事后的计算会比较简单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。一得到这个式子之后呢 ，r 呢也可以变了 ，r 呢，所以第五个式子呢，马上就变了，它会变成怎么样？我们把它展开来好不好，它不动微它就个 r 平方底平方大 r 底小 r 平方，它不动微它变成 2r， 负 k 乘上大 r， k 已经简化成 n 乘上 n 加一，我们就得到这两条方程式1234567 8，这里面呢，我们将刚刚的 k 啊，置换成 n。好，哦，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复杂的样子哈。好，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好不好？根据我们的习惯啊，算到哪边啊，我就是需要整理一下啊，因为我的头脑没那么清楚，我希望啊，能够小心的把它变换好，不要迷路了。哦，我们把这个结果稍微整理一下。所以这样呢，第一个式子呢，就可以进化成下面这两个式子，最后那两个式子。r 的呢，先写第八个式子，以及西塔角的 ，OK。我们呢，事实上因为让 m 等于零嘛，我们事实上就不要这一块了。那么这边会一减掉谬平方，谬是等于 cosine 西塔，待会我再把这个关系式写下来。我把这个变数写好，我们就变成这两个联立方程，变到这边。那这两个联立方程解释什么？这个，那我们呢？第八个式子呢？我们直接啊，就可以把它解下去了。它的解就变成这样子了。第八个式子，这是我们第十。这个是什么？既然它是 legendary，OK、okay。Differential equation， 你记不记得它的解是什么？你记不记得？就是忘掉了。我上次不是 copy 给大家一些它的解嘛，对不对？在数学手册啊，哇，一看起来
就是这几张纸而已嘛，记得吗？记得这个图形吗 ？OK， 已经快忘光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来这边稍微弄一下。好，这个呢，那这干脆把它画掉了。好，他的解呢？等于 Pn， 这里面变数是 mu， 就是 cosine theta。好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我们看看它几个特色一下。它的形式是这样子，写在这边哦，写快一点。P 零永远等于一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变数呢，假设我这边画成 x。下面的变数 cosine theta， cosine theta 只能正负一嘛，所以我先把边界限制出来，这是中间 ，OK。那我们来画一下它的解到底长成什么样子。好 ，P 零。永远等于一，这里是一，这是 P 零 ，P 二呢？好 ，P 一等于什么呀？等于 cosine theta。就是它自己的变数，所以假设横坐标是 cosine theta。那么它就是一条对角线 ，OK， 负一 ，OK， 这一点是负一，所以这个是我看看要怎么画。好，这个叫 P 一 ，P 二呢？二分之一三倍的 cosine 平方 theta 减掉一，它是个偶函数，所以 P 二呢，它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函数。我先画个大概，好不好？这是 P 二，我们 P 二画在这边。P 三呢，又是一个奇函数喽。它就这样子，奇数就是奇函数，偶数就是偶函数，它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式子。OK， 因为它的解有很多种，那这样一来就简单了，管它三七二十一，反正它的解就是等于它嘛。第九个式子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现在就要变成 cosine theta 了，它会等于 Pn cosine theta。哎，就变成这样子了。从这里面的 n 是什么东西？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他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既然我有这么多个 n， 抱歉，这边应该用绿色的比较好。这么多个 n， 就代表我有这么多种 r， 我有这么多种系数。我有这么多种 n， 就这么多种 theta， 对不对？它的解你已经把它解完了，解完之后我们不就要带回来我们的第二个式子吗？变数分离的式子吗？所以讲一来，把十 and 十一带入第二个式子，它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我们现在有什么？有大 r， 大 theta。大 R 呢有这么多种 R 啊 ，theta 有这么多种 theta， 那我得到的呢，这个 V 啊，一定是怎么样？有这么多种 V， 哇，那这样子麻烦了。
那真正的 V 呢，一定是每一个 V 的怎么样线性排列组合，叫做 KN VN 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把它通通丢进来，试试看会变成什么东西。KN、VN 是什么 ？VN 是这两个相乘，大 R 就是这一串嘛。AN、RN 次方、BN、R 的 N 加一次方，乘上 theta N 是 PN。我们发觉呢，这里面有几个常数是我们所不知道的。我把常数呢，这个 K 呢也是我们假设的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干脆就把它整理一下。它这边有加的，就变成两个式子。OK， 变成两个式子。我们干脆把 KN 乘进去嘛。OK， 那它是不是变成 AN plus？ 我用蓝色的 R 的 N 次方。再加上 B N plus， 我 A N plus 就等于 K N 乘上 A N，B N plus 就等于 K N 乘上 B N。我是把这个 K N， 反正是常数嘛。我把它乘进来，就叫做一个新的常数。常数乘常数变成新的常数，常数乘常数又变成新的常数，我就可以写成这样子。这个就是 V 的 R theta 的部分，对不对？这是第12个式子。好，我们终于呢，又来看看我们要怎么弄一些东西了。好，到了这个地方呢，相当于说，事实上我们来解这个 ODE 的时候，我们只是解出它的形式，我们并没有去判断它上面的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但事实上也是可以判断了，好，也是可以判断。好，我们呢，好，那我们的解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开始把 boundary condition 拿来用。有 boundary condition one， 它是什么意思 ？V 呢？在 R 等于 A 的地方要等于零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解啊，十二四四的解拿进来 ，R 等于 A 的地方是不是这边都是 A？ 所以会变成 summation n a n plus a 的 n 次方，再讲 b n plus a 的 n 加一次方，再乘上。Pn， 对不对？这是其中一个式子，加进来之后好像看不出来到底有什么用处哎哈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看看第二个有什么样一个行为好不好？但在此之前呢，我们这个一加进来的时候呢，我看一下哈，好，没关系，这样子一进来它变成这个样子，那我们怎么办呢 ？A 是常数 ，N 呢只是这边的 summation 的一个 index 而已。真正未知数 AN plus 跟 BN plus， 那这下子有一点点麻烦的是，我可以得得出它什么样的关系式出来吗 ？OK， 其实这边有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做法，因为这个式子就相当于一个方程式，只是刚好今天这个方程式是零而已。它可以对 P 展开来，对不对？这不就是复变吗？复变是一个方程式对 sin cos 展开来嘛。我现在只是对着 P 展开来，假设可以这样子，这个 P 假设它是一个正交的函数，那么我就可以利用正交的特色来做一些事情呢、啊。好，它有什么正交的特色？我们把这个 legendary 的这个正交啊函数啊列上来一下 ，P N cosine theta 乘上 P M cosine theta 对 cosine theta 积分，你只能从负一积到正一了，它会等于什么？二 over 二 N 加一。
Delta N M， 它会等于这个样子。所以既然有这个特色呢，我能不能把13这个式子呢，两端呢，这边是 PN， 我把它乘上个 PM， 然后对 cosine theta 积分，从哪边积到呢？负一积到正一。假设我这样做的是左边呢，式子呢等于零，因为左边本来就零嘛，你乘上什么东西积分还是零呢、啊？那右边就会等于这一串。这是常数，那后面是什么？就会变成这样。那么这个不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个正交的关系吗？所以它马上就变成什么呀？发现只有 n 等于 m 的这一项会存在，所以只有 am。它要等于什么？等于零啊。所以根本就不要管后面这一项嘛，最后面就是前面这整个系数要等于零啊。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把 b 跟 a 的关系式就可以求出来？对不对？所以从这边呢、啊，很快就可以知道 B 跟 A 的关系式。所以从这边呢，马上就告诉我们 B N 会等于负的 A M plus A 的二 M 加一，我们就可以得出第一个关系式出来。等于说我们在这个下面这式子有两个未知数 AN plan 跟 BN plan， 那有第一个 boundary condition 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，你知道一个另外一个自动就知道，就相当于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个到底是什么了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 boundary condition。 第二个 boundary condition 呢，我们再用进来。好，第二个呢关系是 boundary condition 二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当 R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，很大的很大很大的数值的时候， V 啊会等于负的 1R cos theta 会变成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就把它带进来了，我们就从12的式子里面负的 1R cos theta 要等于V 趋近无穷大， V 要趋近于很大的状态下面， V 要趋近很大，那我看一下，那是不是这一项呢几乎变成零了，对不对？因为 VR 趋近很大，所以就剩下第一项会存在，它是不是会等于 summation n AN plan R 的 n 次方乘上 PN，它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样？其中 AN plan 了，我还是维持蓝色的。那这样一来呢，两边式子一定要相等。你马上就看到一件事情，右边呢，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展开来 ？A 零 plan R 的零次方就是一嘛 ，P 零，再加上第一个是 A 一 plan R 的一次方 P 一。A 二 R 的二次方 P 二，这样一路下来，对不对？这个一定要等于左边这个。请大家看看，左边这边这边有个 R， 右边有谁有？只有一个 R 的，只有这一项。R 的一次方 ，R 的一次方，这边 cosine theta， 这边谁有 cosine theta？ 不知道哎。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什么叫 P。P1 是不是就是 cosine theta？ 所以谁是 cosine theta？ P1 这个就是 cosine theta。 所以你发觉只有这一项对应到它，
那其他项怎么样？通通都让它变成零。R 的零次方是一啊，一不会变成零啊。P 的零就是一啊，它也不会变成零啊。只有谁要变成零 ？A plus 零要变成零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让它等于零。R 平方会是零吗？不会啊，除非 R 等于零啊。我们讨论外面就没有这个现象了嘛。P2 呢 ？P2 是一个函数啊，所以唯一随时会变成零的只有 A2。所以这样一比对的结果，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：A1 plus 这边呢要跟它对应，就是等于负一。其他的 An plus for n 不等于一的，通通等于零，对不对？所以系数就决定了一大票了 ，A 全部决定了。A 一旦决定了，不要忘掉我们刚刚有求的 B 跟 A 的形式。这边告诉我，只有 A 是当什么？当下面的 index A 1才不等于零，其他通通等于零。啊，那这样还用算吗？像 B 子已经做得快要做出来了。OK， 我们由这个叫第12个式子好了，啊，14个式子，有14个式子带进来呢，它马上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剩下 B 1 plus。要等于负的 A plus， 负的 A1 plus， 负负得正的 A， 二 m 加一，像 m 等于一啊，二加一 a 的三次方，其他 b，n plus for n 不等于一的，通通等于零。我们把这两个结果带回来到我们的这个解十二个式子 ，V R theta 有很多 summation， 根本就不用 sum 了，因为呢只有一的这项存在，其他通通等于零，所以你会有一的这项 A 1 plus R 的一次方，再加上 B 1 plus R 的二次方，对不对？一加一变二嘛，乘上 P1 cos theta A1 带进来负一，好，再加上 B1 一 A 的三次方，一 A 的三次方除以 R 的三次方，乘上 cos theta。好，我们再把它乘进去好不好，整理一下，因为这样比较容易看得出它的差别是什么意思。它的解最后就变成这样，这个解是什么意思？你告诉我第一个项是什么？负 1R cos theta， 负的 1R cos theta， 这个不就是原来的条件吗？指的是什么？均匀的电场，也就是说，当你一个导体球放到这均匀电场里面的时候呢，均匀电场不会不见嘛，它还是有均匀的电场，只不过在它四周围的电场要受到一个整形，整形相当于什么？你加入另外一个整形项，加上来，那么就变成你最终的答案，就是等于这样，很漂亮的一个解 ，OK。